马达是吗？挑战100块钱开马达盲盒，点到哪家吃哪家，咱们去看看100块钱都能吃到点啥。走着，既然是盲点，找个路人给咱们选个数字。老白，好的吗？前两天在你这吃过烤鸡过。对。今天嘛，就盲帮一下，1到10，一个数字选一下，幸运数字选一下。可以。几号？5个。5个。好。那好，那就5个，坐排第5个。嘿，谢谢啊。好的，走了。好。3、4、5。哦，吓死我了！那边有个口，有个包子店，我点到包子店吃100块钱的包子呢吗？老板，你好，啥吃的哟？现在烤肉一个，哎，菠萝一点，哎，这对菠萝，肉是大的嘛？羊头那骨头全部是吧？啊，这样子啊，叔叔，100块钱嘛给你给，给我妈100块钱东西上一下子。100块钱。啊，100块钱东西，哎，来不来的烤肉那个这个上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100块钱，看一下这个店家能上多少东西。骨头多少钱一公斤？35。这个肉也多拿骨头。牛骨头20块钱。这是20的。对。来，20的牛骨头。烤包子是10块钱，10块羊排啊？对，羊排烤包子10块钱，可以拿。那肚包肉是15，15一个肚包肉。这烤肉是总共47，47馕是送的吗？馕是送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啊，大师傅，看一下咱们100块钱东西啊。一份牛骨头20，这几把子烤肉47，馕是送的，里面有假腰子、奶泡、烤肉、肉筋，来来别来的啥都有呢啊！一个羊排烤包子10块，里面加的是羊排，一个塞满羊肉的肚包肉，最后拿来了3个烤包子，先来个假腰子，老规矩，浅尝一口。哦，冒油呢，看看假腰子里面是羊肝、羊杂碎，然后用羊肚油包着的，跟真腰子味道一模一样。嗯，烤肉、肠子、肉尖，全家福。口感特别丰富，又是肉，又是肠子，又是腰子的。嗯，重重的孜然味道，就是香。羊排烤包子，你们吃过吗？哇、哦，看看是装的满满的，羊排用碎肉，这羊排一下就抽出来了。哇、哦，羊排肉是被锯下来的。它这个羊排烤包子啊，跟普通的烤包区别是啥？除了这个羊排以外，它里面的肉特别瘦，一点都不膻。嗯，过瘾。阿达什么？看看我们新疆的肚包肉。嗯，哇，这羊肚好有嚼劲，里面包的羊肉，然后油特别碎，流汁的感觉，配上羊肚这口感啊，绝了。哦哟，这一口我跟你说巨香，来口汤。这汤鲜感，所谓原汤化原食嘛，没有骨头的牛骨头，兄弟们。紫色的水果，来一口。这牛骨头虽然肉很多，但是煮的不是很烂啊。这还有点脆骨，感觉这牛骨头比手抓肉还香，不知道是不是煮的久的原因，然后有牛骨髓流出来，骨髓喝到肉汤里面。嗯、牛骨汤，哇，这口汤太满足了。好，那大师们，100块钱吃到了这么些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阿达斯莫挑战100块钱在新疆的街头吃100串烤肉，是这样的一种体验。说着，上回来的时候那个阿达斯还在前面那个位置摆摊呢，现在最后把店都开好了。老板，烤肉啊，烤肉现在有没有？烤肉呢？有，怎么？哦，全部在这儿。先来肉都有。多少钱现在？价格没有变，一个样。还卖10块吗？几块。我们来看，牌子在这儿呢，大的老牌子说的。农民烤肉，这确实是他的老牌子啊。烤肉自己拿吗？自己挑，自己挑的。这盘子有啥的？现在大的盘子里面这个小炉，这个大的有，老牌子。大的有，小的话小的有。我吃烤肉那必须得大盘子啊，100串烤肉那能装完的吗？先来20杆子，啊，20，这杆子看起来特别新鲜啊。再来20个肠子，就裹着包谷面的羊肠子，看着太带了。啊，咱是个先烤啥？装不完，我这盘子太小了嘛。啊，盘子给我啥？啊，再装嘛。好，20个心。啊，咱是个心嘛，这个猴果嘛。心心，这啥东西嘛？这个？那个心果的。哦，心果，我看这猴果了，我以为它又增加了新项目是吧？心吃起来带了，感觉是肉一样。奶泡。20，奶泡，新疆烤肉摊摊上的隐藏菜单啊！来，这放板吧，这个意思。我搬两叉子吧，啊，两叉子好吗？OK， 这个。啊，但是第二次再开放了，价格没有变过。没有没有，但不变。我说的话，但以前你问了，我也说了，价格不变，但是。对，10年以后呢，只要我活着，还十块钱。还十几块钱？嗯，我说完的。可以了啊，真正的新疆儿子啊！把它天天这个东西烤的话，看到的话馋不馋？这个吗？自己吃不吃？自己吃不吃？你说嘛？我你的作品看好吗？我直接馋你跟他。现在的话，一天多少串卖的？要开的话，那个他天是1000串卖的，现在1500、1600串有的，2000串也可以卖的。现在人没有的，忙不来，人手不够。啊，过去了。啊，慢坐。哎呀，馕要不要？馕要，新疆人那个烤肉馕没有他脏吃吗？那个吃不饱吗？那个。往上面拉，直接撒一下吗？啊，撒一下，撒的话那味道没有吗？啊，这个半个好的东西，半个先吃，那个半个没烤。好。也得是个肠子、肝子、肉全有了吗？这里面，好的，我们在外面吃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烤肉必须要在烤肉炉子跟前吃的吗？对，这才有感觉。哇，直接开炉，热气腾腾的啊！阿达斯嘛，看一下啊，一块钱一串的烤肉，老规矩，先尝一口。哇，烫烫的好香啊，一口下去咬的全是奶泡。嗯，裹了包谷面的肠子啊，特别有嚼劲，好腥，你知道吧，吃起来这肉肉的感觉跟吃肉一样。味道不错。嗯，好吃，看来大家都很认可的。哎呦，一口下去又是肠子又是心又是奶泡的，这口感直接无敌了，嘴里面爆香的感觉。哎，你慢点吃，都快做出火星子来。阿达西玛，这才是新疆的自制馕包肉，这烤肉全部给它卷进去，使点劲儿，哇哇哇！看一下这一口，你们能不馋吗？嗯，哦，这一口太满足了，嘴巴都进了一圈油。马大星真正的是个马袋拉子放了啊？拉吗？哦，嘴巴里面刮风的。咋卖的？一块就是它，就这的，就这，这都是找过来的是吧？慕名而来是吧？你从哪过来的？我们过来的。是宁县？哦，是宁县，离这几十公里路呢，这都能找到啊。啊，那是不是那外卖也有了吗？外卖？外卖？哎，你给他送过。
哎，邻居妹妹的那个，邻居妹妹说的，多准备一点嘛。哇，新疆冷饮是吧？哇，这是我这，好大的是吗？这么一串10块钱的烤肉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